把五十要贴007，如果你把五十要贴6000的话，我绝对制裁你。没有啦，不会啦，别别别啦，开玩笑的。我订阅帮你订了 HSTROP，我知道你，你这个名字我也常看到。我刚才聊天是嘴我的干爹，我印象都很深刻啊。不能打谁飞是哦。泛散之路，你有哇！好久不见了，V 哥，近来可好啊？你有我，好久不见啊，V 哥，你不是都下午晚上来看台，今天怎么早上就可以看了，V 哥？你们这样想看飞是死几次，我就让他死几次。超级想念博伟开台，博伟现在专心练习不开台啊，他们现在 TBA 假很少，干一个礼拜只放一天。然后他放那天应该要陪女朋友陪慧萱呐，不然就是耍废，就可能不会开台。54太浮夸了吧？可以两次就好了嘛。转啊，七彩霓虹灯，转啊，在它转，好。点歌神哦。这飞在后面扭，这都不用手里剑哦，这手剑打爆他，好，可以了。他来吃兵，普攻，互相触发雷神，这个换血，再个手里剑 ，nice， 没中。资产十张以上，我开第二个账号订阅你。OK，Peter。我开第二个账号订阅你，至少一年不退订。行。十杀一个字，稳。哇，跟着点狼下不好。这飞子其实蛮会的，我这飞子蛮强的。他没魔了，但我觉得我要被装个操了。但是飞子的线控的好好。噔噔，他死十次，我在抖美。靠背啊！他死十次，我在斗无美。可是我觉得要你死十次比较有可能。哎呦，奈德利在后面，奈德利在后面，他没血，他不打没血。嗯。最近交女朋友，上班有空可以偷看。最近交女朋友了，上班有空。哇靠，你好爽啊 ，V 哥！比赛都没时间看了，周末更加不用想了。V 哥好扯啊，这么爽啊 ，V 哥。V 哥好爽哦、啊。哦哟，这个干爹这么残暴，这不是机灵的尚书大人？尚书大人好狂啊！这边中路江楼的 AP 可以先出一把西魔刀哈，这飞机已经被我屌压 7S， 已经被我屌压 CS 啊，屌压八只啊。
那人也在左侧。哎呦，这个点狼！我操！哦，带走了，漂亮位置，这个操作完美无缺，太神了，位置。还好有小兵帮我喷一口，不然杀不掉。还好有小兵帮我喷了一口，不然杀不掉的。小兵那口喷的，哇，这个兵线对我好像可以。还好。还好，我以为没死、欸，我刚看他剩6滴，我本来要失智，结果还好小兵那一下普攻漂亮。你们看到一个被 jungle gank 还能当杀对面的菲斯啊？我这个操作，什么儿童节，儿童节就直接死去了，我还把他换掉哎、欸，这不叫儿童节，这叫做高手。感觉那个又来杀我，奈德利。我巴德在这里。感觉会有装过来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没？怎么落兵？吃冰破可尼，不叫他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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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我的腰力够哈，不然刚被插到，可能会被逼出一些东西来。我来啦 ！I need the blue, blue for me, blue for me。多打点，多打点，兄弟。大王跟西门一起剪头发，还好吧？萌萌不是妹妹头吗？养哥那不算妹妹头吧？西门那是妹妹头哎、欸。我这个单杀飞丝，这个躲鱼，说我截筒，拜托！这个飞丝完全被我打爆啊！还是普攻 A 我够烦的。哦，好猛啊，这奈德利！将魔蹄是生源出来之后，这个菲斯就不能打你了。我又下路一个，我打个输了。哦呦，这个标，这可以吗？感觉不行。我那感觉菲斯就带不下来，
我那去带不下。哇塞，对面这个三加一太美了吧！那我到趁手拿中塔。那大大 H O B I G B I G 八等，感谢订阅。那得一超痛哎、欸，那一直飙我，我飙人会痛啊。感觉会想过来夹我，那就让我压力好大、啊。这飞尸已经被我打爆了，但是我们小心点哦。刚好会跑线，他让我压力好大，我要去散路了。哇塞，这个他直接出寒冰霸权的 GP， 我刚说的建筑是，我刚说的建筑全没中啊！哎呀，原谅我，废物啦！哎、欸，拜拜！我靠，没事。极限超级剑！我靠，没事。不干。别妈宝啦，你是菲欧拉哦！哇靠，对面好呛哦，这个彩虹人，你是菲欧拉哦？怎么了吗？为什么要收人家妈宝？人家只是打线，你只是打线被 gank 被中路抄，你就收人家妈宝？打线也是防 gank 也是一个基本功啊，这个人。那大大 RHUNG 810720，感谢订阅。我靠！可是我们干，我知道我们刚打不会痛，他有冰拳。JRBAGED， 感谢订阅。然后下路这个杠克漂亮 ，nice， 对哦。哦，不用，他知道，他知道我下来，他退掉了。我上路死去，这个飞花就可以跟他说：“妈 ，GP， 你妈宝一直来，对不对？”如果照这个 GP 的逻辑的话，我看这个交上，他没交上，我有机会杀他。哇！怎么那么多人？
好多人哦，怎么多人过来操我？我刚赏过鱼嘞，我刚已经没吃到鱼的伤害了，大概是死去了。他们兄弟太多了，感觉我应该跑走，不要跟他们硬打。哎，我刚想说，我那个 W 是要闪掉那个，我刚刚影子往那边飞，我是为了闪掉八的 Q 啊，结果还吃到啊。那反 gank 是基本功啊，我这个基本功没练好啊，结果就被 gank 了。我这个基本功做的不好，所以死去了。我操，怎么还生木？三叔大人好肥啊！居然有钱出了还生木，三叔大人也太肥了吧！我靠，三叔大人太肥了吧，三叔大人。我先洗，我先洗了哈，我先洗了哈，我自己，我有干这个耐力，我有这耐力这个操作。对面好麻烦，哇！这么好猛啊！这波这个资源没办法啦，看来我真的要挑战十杀有点难了，我还是去挑战被十杀吧。我靠，这个哦，这个反弹，我有这个，完了这个，哇，这被棒死啊！欸，其实对面蛮强的，等一下我需要队友，看这个飞书。哎呦，还要上去，不行啊，上去被那个。不要，三叔大人，三叔大人挂了，快走！哎，这个奈德利，奈德利想干嘛？快逃，快逃，快逃，离他远一点。哇塞，这个奈德利504耶，好猛的奈德利！哎，没有保护到善叔大人。奈德利好肥哦，感觉我鬼刀出来才砍得死他，我没鬼刀之前应该打我感觉砍不死他。他这么浮夸哦，这我感觉一堆人，感觉龙要犯了，龙应该是不能打。
这边好凶哦，快逃啊！感觉上路有机会被带走，快逃啊，队友！队友，快逃！我明天考试多余88分，一分斗一美分。加油，周一，明天100分，周一，明天100分就靠你了，你绝对可以100分的，周一。哇塞，这个怎么守啊？这守不住啊！我们三个亲密能力极废啊，这应该都给了。不要啊，大哥，回来啊，三叔大人。我操！回头。哦哟，有换掉一只好用点。然后上大人刚才开不错，开的好，但是我们人数不足啊，我们刚才人数不能开啊。我都来杀这个飞尸。哇，吃标了，吃标了，顶不住了。他怎么还有鱼啊？我以为他没鱼了。哎，看来是顶不住了。顶不住的，没关系，三叔大人 ，It's OK。没有，我的杰是跟西门学的，只是门门教的不够好。你看他教的不够好，还有我这场变儿童节，我们该检讨西门了。问世杰玩不好是谁的错？西门，他没有把我教好。我们来检讨门门。我觉得这场好像是那个谁还没有杀过好运姐，感觉我们去找个好运姐吧。检讨西门，哎呀，这梗快用腻啊！最近好像大家已经没有在检讨门门了，这梗好像已经用腻。哎呦，这个伤害，这个伤害，这个伤害 ，nice！ 哎呦，漂亮！为我 ID 都想好了，看来是没机会用了。你这么靠背哦，皮特。这场这边蛮强的，皮特，靠这个飞丝土城会计之神、啊。我现在感觉一个人都打不死、欸，我只能去找好运姐。我现在基本上只有去找好运姐有机会啊。我伤害太低了，感觉第一件不能出魔蹄是深渊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好，来点力。感觉第一件出那个什么就好啊，感觉先吸魔刀就好、啊，然后再把鬼刀合起来比较强。不然感觉先出魔蹄是深渊，伤害好像不太够哎、欸。我怕打你有够痒的。我们来学那个。西门等级的节操做好，现在就来一波，完了，一定被炸了。这又是一波四打五哎、欸！哎，好快，这只鸟！哎呦，干这个标！好痛哦！哦，这开战完了，这开战不好啊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太多人了吧！哇，崩啊！我刚不能换回去啊！换回去这边有三个王八蛋在等我，我一定只能走啊！可能天赋带法比较猛 ，AD 吧 ，AD 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要带军法还是雷神啊？我也不确定。完了，我一个太多时间没去弄兵了。本来一开始有经济优势，后来没了。没经济优势的杰跟头大便一样啊！这角色就是营地装备要比人家好一点，然后就杀了。
现在我看我单挑打的是谁，我感觉我是打林豪杰，现在我都打不赢。然后菲斯现在也肥了，我们现在也打不赢他，我们现在只能当个下冷明冷哦，就还是下冷之后的明冷哦，先归，别送。那我们找豪运姐哦，就先挑比较废，先挑吊车尾来打啊，吊车尾在这里，其实他也不是吊车尾，哇，那这个我打不赢。我们操作好的话有机会吗？我想想，好像没有机会。这个装备感觉就算是叫猛门的杰来打也不会赢啊，我决定先溜了。完了，我是要被夹啦，是不是有人在夹我？哎、欸，四个还好。啊，不行，我觉得我要来跟他秀个操作了。来啊，来啊！你以为我装备比你差，我就会怕你？不对啊，不来夹我啦，快逃啦！这已经不是单挑，这是围殴，这是霸凌了。我吃到鱼了！我怎么吃到鱼了？救我队友！救队友！哇！死去！崩啊！怎么哇？惊人惊人！然后这个有手套，我真的只有 AD 可以杀。没有，我说猛猛前面把他打爆正常。我说如果猛猛落后这种经济的情况下，他还能打赢菲斯，他又真的屌。完了完了，这个大绝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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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蹦蹦。不行啊，我至少要三杀啊！我真的要去找豪英姐杀他一次。没有脸控失败，抱歉。没有，我觉得打用脸控很难哎、欸。我觉得玩粪 game 还比较简单，玩粪 game 用脸控真的有差，但是打肉我觉得脸控真的是感觉操作难度会提升哎、欸。你要这样、欸，我这样。我操！这样到底怎么操作？你光动脸就累了，为什么你还有办法操作？根本猛好强哦！还是这样，这种感觉哦，学的像不像？我都在观察他。你知道我看 LNS， 我看 AHQ 比赛，我不是看游戏内容，我是看西蒙的脸。西门整招，西门就是怪，就是异类啊，就是怪人哦，他就是怪人，他就八七哦，一定要用脸控。好，对面应该拿八了，哎、欸，对面要直接来 GG 我们。真的哦，你看他比赛，你就看他脸就比较有趣哦。其实这还要出耳语啊，但我觉得这样应该出不到耳语就结束了。靠北猛猛脸，现在认真，你现在猥亵，靠北啊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个，抖十块，再赚十块 ，yes， 赚了二十块。那他们应该在拿巴龙了，然后帮我一波后，我们就要 GG 了。伊利是个大吧？我伊利没大。哎呦，看下面好多兵哦！哎呦，队友，哎呦，这个哇，好猛啊！怎么会是 Wins 的干爹啊？这个抢巴龙的功夫了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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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逆转了吗？我们起风了吗？哇，起风了耶！这个巴龙好猛哦，起风了，好扯啊！怎么知道的？那感觉就是超难吃到哎、欸，那是我们一个队友都没去陪他，他完全靠自己一个人偷刀，这太浮夸了吧！哎呦，这盔很漂亮 ，nice。
哦，真的要帮我们整队士气提升了、啊。下波会战绝对是，我这样也打不赢，这经济差距应该有差一万哎。啊，我们再补个而已哦，补而已，我们这样就可以比较大的痛。快逃啊，欧拉！那大大 WNG07074 两等干爹，感谢订阅，快逃啊，不用啦！哦哦哦，这波有戏吗？看来是没戏。这时候就是我这边跟飞是一个单挑，只要我赢了，我们就逆转了。然后飞是不敢过来跟我单挑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哇，这个还我哦。有没有这波一打五万掉 AD 成功逃脱啊？起风喽，各位！真的起风啦！有没有这波极致操作啊？飞来飞去啊！没有，因为这 AD 装备就是，我只能杀他。哇，这个我们就先弄哦，弄到没有经济，然后每波我就把 AD 秒掉，然后就没有人后了，然后应该就没了。这波拿到巴龙真的是关键哎，那我们可以多玩个十分钟，没有这个巴龙，这场已经结束了。那大大 YACHENE 感谢订阅。我们再找机找好人姐，我们现在就蹲好人姐就对了，整蹲好人姐来杀。很久的车在哪里？飞是在哦，好人姐出现了，但这波我感觉巴德在他附近。我干他水银出了，好杀不掉了，再见了。一样可以杀，但是难度就提高了不少。哇，这样我操，我他妈可以杀谁？我可以大谁啊？我大绝感觉现在剩位移的功能了。对面两金人，然后巴德，然后两金人一个手套一个水银，然后巴德又有金人，我操嘞！小心点队友，我们先把兵线带出去。操八八八的，操妈的哦，操妈的感觉没意义啊，要操其他人啊。嗯，我想一下，好，我们等等，这波其实还是有戏啦，我们先去中路 BBD 哦，等等我们来个侧面进场，不要正面，我们来个侧面进场。他们该拿龙啊，他们四龙了。该补个小木锤再干，再干一波了。哎、欸，补大鳄鱼好。啊！又吃标，完了，这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快逃啊，队友！别怕，我还有大，我还有大就还有机会哦。
靠，直接被拔了两个兵营。这波零作用哎、欸。不行，我会找烂死啊！我要蹲一个很厉害的地方。现在基本上我不去蹲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这样就结束了。我蹲这个红 buff， 我相信好运姐真的会来吃这个红。我们杀掉好运姐，又可以为我们团队再争取两分钟的时间。好，不行了，再见了，队友。哎呦，好运姐怎么上来？怎么办呢、啊？哦，靠，不要在这里，那我就把他收掉了。对不起。他怎么那么硬啊？你是姐耶！哇靠，还被嘴了，好猛啊！你是姐耶！这我要回什么？你是 GP 耶！哦呦，这个 TP 死去 ，GG 死去。我用这个拉打 ，nice， 去 GG 咯。没有，他那个装备太好了。你看这个装备，他多我一个，感觉他多我两件大装啊，靠北啊！你是姐，好吧，学到一个新嘴人的方法。欸，这个其实蛮嘴，蛮好用。比如说以后你玩一只角色打赢人家，就说：“欸，你是叉叉叉。”欸，我们来看这经济差距，我们要差2500块，就这2500让我们输他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打第二场吧。我觉得对面也是很可爱啊，对面可能就是今天没事打嘴炮，钻石狂、土城会计之神、壮武、无骇客，没有哎，无骇客没有排位，点歌神金牌。哎呀，这家伙感觉哦，好像姐感觉是妹子，我猜好像姐是个妹子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再要不同的干爹吧。好，干爹加加。关于这场是我问题，没做事情，没关系啊。这场完结本来就是先输50%。我看有没有没邀过的干爹哦。有新干爹要玩的吗？新干爹要玩的吗？夜刀神艾尔，这个好像动人的旋律啊。夜刀神艾尔，动人的旋律，这两个好像没有邀过。一生无业一生秋，这个是很强的干爹，但摇过很多次了。